沙发怎么那么硬啊？我这明天腰坏了怎么办呀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沙发怎么那么短啊？你看我的腿，我腿都摆不进去，怎么睡啊？苏北，你看一下苏北，苏北。呀，我怎么滚到床上来了？你是打算让我睡沙发吗？睡这儿。那你怎么还躺在这里？不是床够的，可以睡的。你不是跟奶奶说你要打地铺吗？难不成你要跟奶奶睡，还是跟路飞儿睡？睡觉。Yeah.